人民币去对面的呀，倒硬币呀，倒硬币呀，这盘吃倒硬币的分呐，倒硬币了。哦，有人吃标了。善良很主观，邪恶却很酷，生人勿近。哦，谢谢史森明送的一个虎牙一号，谢谢史森明。哇，史森明大气啊！打完了。我操，这有点难受啊，兄弟。我操，他这个一级被打晕了。完了，这盘对线走远了。友谊起过什么好作用吗？才一级，要小心一点。哎，太难了吧，兄弟啊！兄弟啊，跟人聊天把自己聊去了呀，他。哎，炸了炸了炸了！他跟人聊天把自己聊去了，一级走潘森脸上去，被打死了。太难了，这个对线。哎，真的真的挺尴尬的，这玩的九个刀。他妈在玩蛇皮啊玩！所以说进游戏一定得认真。史森明之前也是进游戏就爱跟人互动，然后我就提醒他要认真，不然就要被暴虐。每次在比赛的时候，他都跟人互动，你知道吗？就比赛前那个聊天室，互动互动着就要送。他四级的，他这波吃完等级比我还高，刚刚我去。
孙悟空呢，可惜了。哎，这个进直播回去有 TP 的。当你真正醒来，就会发现梦想是假的。因为辅助回了，我再控一波血，一起吃一波。爱战胜不了任何人，而且万事皆有。这波舒服啊，被你浪了呀，扛着小兵过来揍我们，现在的小兵可是很猛的，可是这个镜用过 TP 了吗？哦，刚用。精彩表演。操，我这怎么还有眼啊，快跑兄弟，这波先不能吃了。这波先给他吃吧。上路梦啊，可以，阿呆的奥恩，兄弟们，阿呆的奥恩这盘稳了呀，这盘有了阿呆的奥恩。哎呦，好他妈疼啊，我操，好疼啊！哇，完了呀！这兄弟要死了。阿呆，是阿呆，阿呆倒了，没闪了，应该推他推他。每个英雄都有一个他们亲手的。
好杀。哎，怎么还中了？你可曾想过从前的时光？是的，我也没有。你将迎来痛苦时光。啊。小兵死了，哎呀，多 A 的多 A 迷一下，本来我可以不被他 Q 到的，真的不该多 A 他一下的。杀两个了，不活。七个人头了，这个叫什么呢？奇亚拉。冰冷又死寂，放弃。潘森可以跳大跳下路啊！哦，下路没人，鳄鱼来了。这鳄鱼能一打二呀！算了算了，这潘森一跳，鳄鱼一来，是盛大的退场，有一起过什么好作用吗？哎，哇！我操！我点了下地板，失误贼大，操！哇，这鳄鱼死的，哎，真鸡巴恶心，这波我操玩的真的脑残，我操，这失误太严重了呀，哎，真脑残呀，哎呦完了，我这个失误太脑残了，兄弟，真的这个真的太脑残了。完了，这个整个一盘的一波翻盘的机会被葬送掉了。这波把他杀了，我好爽啊！吃两波兵升个十级。这怎么都是见面就干的呀？这些
星光干扰了我天然的邪恶光泽。治疗刚好，哎，哎，玩的有点郁闷。坏了，坏了，兄弟们，坏了，坏了。大问题，这局玩的。治疗好了吗？啊？不是刚好呀，我看着的呀。你别瞎说呀！我刚看着的呀，吃的这个 W 后面才好的。因为我这波有点怕来他来杀我的，这个状态是该退役了，确实确实我是退役了，兄弟，确实是状态有点问题，这两步。所以说退役了嘛，对吧？所以说被你这种喷子，让你这种喷子舒服了，是不是？中国少了一个职业选手，你舒服吗？舒服了吧？我并没有带来麻烦，我就是拉克斯一个大大死两个，这波对面有点太想杀人了吧？当你真正醒来，就会发现梦想是假的。
扮演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邪恶星之守护者这一角色，但我可不会乐在其中。小小的邪恶。说洛跑哪儿去了？努力救我是什么意思？有义气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混沌的宇宙中，贯彻秩序永远不可能成功。原来只是说了谎。
锻炼了我的性格。快无尽，等我无尽就能猛一点。我靠！差20块。谢谢悠哉的粉丝送的一个高能预警，谢谢。终极打工，哎，到最后都没有 K 到一个头。